韩式辣炒年糕，一勺辣椒粉，两勺糖，两勺番茄酱，一勺酱油，两勺韩式辣酱，搅拌均匀。切葱花备用。鱼饼切成三角形状，锅中放油，倒入葱花，放入包菜，还有年糕，倒入酱汁，煮5分钟就出锅了。现在不用去韩国，你在家也可以吃到韩国的街边小吃，快来试一下吧。